历史世界频道，路易斯安那购的英语 Louisiana Purchase 是美国于一八零三年以每英亩三美分向法国购买超过五亿两千九百九十一万一千六百八十英亩（两百一十四万四千四百七十六平方公里）土地的交易案。该交易的总价为一千五百万美元，或相当于八千万法郎。 若计算通货膨胀等因素，此数额在今日相当于三亿一百万美元。如以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比例计算，此数额在二零零四年相当于四千一百七十八亿美元。而土地上所有后续条约和财务结算的总成本，估计约为二十六亿美元。 法属路易斯安那的版图远超今日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从南至北，该属地范围包括了现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西比河两岸，包括纽奥良市、阿肯色州、奥克拉荷马州、德克萨斯州北部边界地带、新墨西哥州东北角、密苏里州、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以东。 爱荷华州、内布拉斯加州、怀俄明州大部、落基山脉以东、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河以西、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大部、蒙大拿州大部（除西端）以及现今加拿大马尼托巴、萨斯克彻温、艾伯塔各省之密苏里河流域地区，也及南部边境地带。 Go 的所涉土地面积是今日美国国土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与当时美国原有国土面积大致相当，因此使得当时美国的国土翻倍。路易斯安那购地对美国的西进运动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当时美国国内也有反对路易斯安那购的的阵营。 联邦党极力反对购的案，并认为与英国维持密切关系比和拿破仑友好重要。联邦党辩称购的案是违宪，而且美国付出巨额的代价换来的只是和西班牙一场战争。联邦党并担心西部新公民会威胁美国东岸 （Atlantic Seaboard） 各州政治势力。 引发西部农民与新英格兰商贾之间冲突。一批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皮克林为首的联邦党员，甚至开始筹备成立一个新北方联盟，并游说时任美国副总统阿隆博尔，指他如果能说服纽约州加入新联盟，将推选他为联盟总统。 在博尔的政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极力斡旋下，北方分离运动无疾而终。博尔和汉密尔顿的敌意始于1801年选举间，因此进一步加深，最终导致两人于1804年进行决斗。汉密尔顿在此次决斗中被博尔所杀。1803年4月30日。 李维顿、门罗和巴贝马巴在巴黎签署《路易斯安纳购地条约》。同年七月四日，杰弗逊向美国人民宣布条约内容。美国参议院于十月二十日批准购的条约案，并于十月三十日授权总统占领路易斯安纳及成立一个临时军政府。 美国政府并筹备勘察与测量新领土后，即为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美国国会于十月三十一日通过临时办法，允许原属法国及西班牙各地方政府继续治理辖区，并授权总统使用军队维持治安。法国于一八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将纽奥良移交给美国。 一八零四年三月十日，法国在圣路易仪式上正式将路易斯安那主权移交给美国。由一八零四年十月一日起，美国将路易斯安那购地分组为奥尔良领的 Orleans Territory，其后大多成为路易斯安那州和临时隶属于印第安纳领的 Indiana Territory 的路易斯安那区。 District of Louisiana，路易斯安那购地引起美国与西班牙边界争执。西班牙认定路易斯安那大约仅是现今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及密苏里各州西部地区；另一方面，美国则宣称对远达格兰德河和落基山脉所有土地拥有主权。 西班牙不能接受美方立场，因为这意味放弃整个德克萨斯和半个新墨西哥，两者皆为西班牙殖民地。另外，两国也对西佛罗里达 （West Florida） 位于密西西比河与派迪多河 p a d i d o River） 间主权有争议。美国宣称路易斯安那购的也包含这块的。 西班牙则认为，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只有纽奥粮市在购的范围内。西班牙更认定整个路易斯安那购地交易根本没有法律效力，因为第三次圣伊德方所条约不允许法国将路易斯安那转让给第三国。 而且拿破仑也没有遵守密约协议，将意大利的一个王国交给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是一个姻亲。美国在一八一零年西佛罗里达一次叛乱后，并吞介于密西西比河与珍珠河间一块的，现今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诸郡 （Florida Parishes）。 宣后于一八一零年并吞介于珍珠河与派迪多河间的莫柏地区 （Mobile District），现今阿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州之狭长地带。这些争纷一直要等到一八一九年亚当斯奥尼斯条约 （Adams-Onis Treaty） 签署后，西班牙割让整个佛罗里达给美国，并沿着色滨河 （Sabina River）。 红河 （Red River）、阿肯色河 （Arkansas River） 及四十二北纬线确定路易斯安那和西班牙殖民的尖边界才尘埃落定。感谢你的收听，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粉丝团，一起讨论历史。